沙發線諾票區有一間可負擔兩睡房複式公寓單位放售，陳應南報導。呢一栋公寓位于 Bush 街1452号，起于2002年，放售嘅单位面积1013平方英尺，带有两间睡房同埋一个半浴室，单位附带一个停车位 ，HOA 系每个月600元，单位售价系371337元。申请人年收入限制方面，二人家庭不得超过98500元，三人家庭不得超过100850元，四人家庭不得超过123150元。有三藩市重建局的推荐书将会获得第一优先，在三藩市居住或者工作的民众就获得第二优先。申请截止日期是7月12日下午5点，申请详情可以登录本台网站 ktsf.com， 在找屋主专栏下点击这一则报道查询。26台记者陈令南报道。现在美加各地都可以收看到三藩市湾区 KTSF 26台的精彩节目，三藩市湾区的观众可以透过 KTSF App 或电视收看，其他地方的观众可以透过 SPTV App 或上网 sptv.ktsf.com 收看。